这是南中国北部湾畔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，它以天赋的地利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重要出海通道和门户枢纽，它以探索的勇气屹立每一个中国对外开放时期的潮头，它以开放的胆魄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舞台上长袖善舞，它以蓬勃的朝气绽放一座现代国际滨海旅游城市的魅力。2000年前，华夏文明从这里壮阔出海。今日，一座现代国际滨海大城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兴繁荣，魅力四射。灿烂的阳光燃烧着年轻的青春，汹涌的海浪追逐着新时代的梦想。这颗镶嵌在丝路门户的明珠，正以开放赤诚之心与世界的脉搏一起跳动。它是律动的北海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漫步一段银滩美景，赏一段美人鱼传说的神奇佳话，看一颗南珠的绚丽光芒，在布氏鲸舞动的波光里，人们的欢笑声交织着一幅幅现代化的城市影像。这座日新月异的滨海名城，它如明珠般璀璨，为天下人向往。它是最美的北海。丝路起航，向海而生，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。多元文化汇聚交融，开放贸易合作精神流淌千年，厚积薄发，翱翔今朝。这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城市，与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不断壮大，正朝着打造电子信息、石化、临港新材料三大千亿产业的宏图壮志，以开放、合作、发展的姿态踏浪而行。它是发展的北海。这里是千年的古港，这里是改革的前沿，这里是开放的热土。每一个历史印记都在诉说着发展的故事。美景天下眷恋，金不换生态画卷，世界闻名，壮阔瑰丽。城市风华正茂，有人们追逐的时代机遇，有人们渴望的幸福梦想。百舸争流，奋楫者先，这个新时代发展中的向海门户，正以无与伦比的魅力走向世界。它就是魅力。